一分钟好成语。半斤八两。典故说明，斤两都是计算重量的单位。宋至以16两为一斤，半斤就等于八两，所以用半斤八两来比喻两者相等，彼此一样。在宋代的戏曲已见使用，如张协状元里一个粗犷的进角和一个滑稽的丑角为钱起了争执，居中调停的末角就说两人半斤八两，一样无理。宋元戏文集一王直一交句我古灵算半斤八两称而称者不成不轻，意思是两人一样轻巧娇美，可见此为当时常用的俗语。后来半斤八两就被用来比喻彼此相当，不相上下。今天学会半斤八两，成语轻松听，文学好素养，欢迎订阅成语说成语。